啊，对的嘛，来，在啊，其实呢，刚刚一大段里面呢、啊，他其实有些东西讲的还没那么清楚啦，好，因为他的用词没有用到完。主要啊，他得到这个资格啊，就辩论了、啊。玄奘大师，按照这个他的剧本所讲，就是呢，小乘啊，认为就是说呢，东西是万事万物组成的，然后最小那个单位即为啊，是真实的，有看到吗？哈，他的台词这样子讲。过呢，否定主观的精神，他有上稍微提起，但是在大乘就认为一切都是不断幻化变化，就包括最后那个即为那一个，这就是他的关键点来的。好，那么呢，玄奘大师呢是属于大乘就是唯识学派的。那么这个瑜伽行派基本上来讲啊，好，他是有看到他们对于所谓的小乘呢、啊，主要是指说一切有部了。那么他说一切有部啊，是在西北印那一带的。好，那么大乘开展呢是在安德拉巴德什，同学看一看哦，它的地理位置大概是差别在这里了。哦，佛教啊，就是关于大乘小乘呐、啊、的演变哦，是有一些历史的痕迹的哈。哦同学，我们看一下哈，大乘呢，主要呢是在安德拉巴德什啊，哦，看一下哦，安德拉巴德什，我们中文是叫安达罗派了，好，就所谓的中南宁一带哈，同学看到吗？安德拉巴德什，然后呢，过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啊，所谓西北印的呢，就是喀什米尔哈。喀什米尔一带哈，有时我们称喀什米尔和贾木了哈，喀什米尔哈，应该佳木是可以哦。好了，同学看一下哈，啊，大概的领域啊是在这里啊，所以呢，按照啊他所讲的呢，就是呢这一边呢，这一带是学习大乘的，那么凡是大乘的呢，就是我空法也空的，然后呢，接着下来哈，这是西北音，那这个地方有部就是在这里了。有部是我空，但是法却不空的啊，在区域上空。然后呢，才有讲到啊，就是说，这是一点呢，这边呢是所谓的大乘，应该是就跟中观有关系的他们的思想模式是这样然后呢，另外一个派系啊，这个就很明显看得出所谓的大乘和小乘。然后呢，在这个还有一个就诚实论了、啊。诚实论是比较独特，就是呢，诚实论的论主本身他是小乘，可是他又跑去学大乘，所以到最后呢，他写出来的诚实论就是我空法也空的。所以一般上啊，诚实论呢，你当它是小乘经来读，哎，怎么到最后会法空？你会很惊讶，就是因为啊，写论的人本身啊，他跑过两个地方，过他重新进行抉择了，这不稀奇吗？啊，就像师父这样子。那么我要跑去南传的国家的国度那边，哎，我们又有北传，所以我们进行抉择，我们保留了一些，然后有吸取了别人一些，所以这个情况是蛮正常的。同学再看一下哈，在地理位置上啊，这边明显看得到，然后呢这一边他又讲两派了所以这个已经讲了中南印大中西就是 Andhra Pradesh 那一边的过后呢，就是这一边呢，有提到所谓的诚实中，OK 就是我空法也空，原因有讲了好，然后呢，从有部而来的瑜伽中啊，就以为小乘但说我空，大乘说我法而空的确了。那么刚刚玄奘大师他就是瑜伽中的，他就是瑜伽中的那么呢，他们就认为啊，就是小乘说我空。因为呢，这个辩论会啊，他要去进行的时候所以他老是确保他们对大乘小乘要完全理解。那么呢，他们这个派系就认为啊，我们都是我法二空。那么这个呢，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因为是因为啊，
如果是你本身啊，我本身是空的话呢，那么我所拥有的一切也会可以变空了。那么现在啊，在缅甸流行的禅法是可以破到我空，基本上啊，它虽然法不空我空，但是因为我空，我所拥有的东西都空，所以呢，当你体验得到啊，这个我是不真实的，那么你所拥有的财物啊，你所拥有的汽车事业啊等等之类啊，它就跟着可以变成空了的，就可以变到不执着。所以呢，基本上啊，我可以空的话，烦恼都是已经七七八八就消除掉了的。那么关于这个啊，法本身呢，不空的话哦，中观家是以辩论的方式来进行评破，它不完全是禅修的方法来的。哦，我有问过我的老师，他说这是一种辩论的方式，并不是真正通过禅观的方式去把它观空的。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小乘啊之间的一些问题来的哦。好，来我们看到嘛，好啊，所以讲的就是这一个啦，所以基本上啊，只要我可以空的话，烦恼就可以减少。不过呢，这个寄送道士讲，他说啊，我空法也空，那么法空，所以我也是空了哈。那他这一边呢是尝试，就是说啊，我法其实两个是互相证成这样子了。不过这个也是属于理论上这样讲了，目前暂时来讲，所以其有部出同业部都是源自上座部，都认定是我空法不空了，这样子啊。因为呢，在阿毗达曼里面有讲，他说啊，比如说把我们的色法分到最小一个单位，那个叫极微了，极微就格拉巴的意思。那么格拉巴里面呢，其实它有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泥法命根大不离色八个是最基本。但是这个 bug 没有办法找得到的，它不存在的。那么它存在最基本一定是要在粒子的形态，就有点像我们科学讲这样，它一定要在原子的状况底下成就。你在周围找不到电子的，你在周围也找不到中子的，它一找一定是至少一定要在atom 的情况底下找到啊，它的原理就是这样了。他说你找到一定要是一个极微，不能够啊，一定是个视距来的，不能够在视距。里面的地水火风可以在外面找到这样子哦，所以它的原理啊，跟就是主要谈的是这一个 part 来的啦，好，然后呢，接着下来我们再看呢，哈，下一段呢，哈，好啊，有请就是 Joyce 主读来。小乘弟子顿盈故，为说众生空；大乘弟子立根故。未说法空，不大力根众生，未说无我，力根生智众生，说诸法本来空，大小乘经却是明显如此的。但这不能说声闻弟子没有法空，因为若了了说，则言一切诸法空；若方便说，则言无我，是二种说法。皆入般若波罗蜜相中，以是故佛经中说，去涅槃道皆同一相，无有异道。这明白说破了众生空的无我与法空，只是说明的显了一些或含混一些，其实都是般若正观一层一位的解脱道。所以说我所法尚不住，何况于法？以是故，众生空，法空，终归一义。这是说，能得无我所的，一定能通达法空，因为观空的意义都是无自性。观我无自性而达我空，如以此去观诸法。法当然也是空的，不过声闻者但破物我因缘生诸烦恼，离诸爱法，未不老病死恶苦之苦，恶道之苦，不复欲本末推求了了，破坏诸法，但以得脱为是。这就是急求证悟，直从观无我所入手，不再去深观法性空了。
但这是不去再深求，佛也不为他说法空，而绝不会执法自有的，而绝不会知法实有的。如若无众生，法无所依，无我，无我所，自然得法空。这样声闻的无我是可以通法空，而不与法空相违反的。依中论观法品的开示，虽广观一切法空不生不灭，而由薄反越的正观还是从无我我所误入，这正是生死的纠结所在，这正是生死的症结所在。出世的解脱道绝不会有差别的，不过根基不同，所得明了或含混些，广大或精要些而已。这样凡是通达我空的，一定能通达法空，可以不深观法空，不开显法空，而绝不会执着自信有而障碍法空的。如自法实有，那他不但不解法空，也是不解我空的，不单不除法智，也是不除我智的。所以经上说，若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龙树论也说，若见因不实，我见则不生，由我见灭尽，诸因不更起。因智乃直在，我见亦还存。谁说声闻圣者知我空而说一切法实有呢？不解法空，不离法智，谁说能离我智呢？这可以推知，佛说本来一味，只是浅者见浅，深者见深，浅深原是一贯的，到了偏执者手里，才分为彼此不同的解行。好，感谢。OK OK， 我们先消化这两段了。来，同学看一下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典故。同学，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看一看，先打一打巴达利布达。好，同学留意看一下。好，基本上来讲啊，我们佛陀入灭是在摩地盖亚菩提迦耶啊。来看一下哈，好啊，这里呢就是菩提迦耶是在这里的啊。那么呢佛陀啊入灭之后，对不对？就进行结集啊，第一结集舍卫城，第二结集毗舍离，到第三次结集呢就在巴达里布他王舍城的部位。那么在王舍城的时候啊，对不对？他其实就是有一批啊就家中，对不对？他们呢就往下去斯里兰卡。那么的过后呢有一批啊留在这里，这他就是彻同业部下去斯里兰卡。那么另外一批啊过后啊就是因为纠纷的缘故，就跑去 Kashmir 贾木一带，那个就是朔切有部来的。同学啊，当他们这样子啊分开之前啊，他们早就已经存有一些观念。那么那个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认为啊，东西分到最小的单位，那个是真实的。所以那个讲法的时候啊，你看啊，第三次结集就在西元前大概200年的时候，一两百年前都已经有这个想法在了的我。都有的哦，过去大家就分家了。那么呢，出席大乘呢，大概是公元一世纪的时候成立的。那么呢，按照历史来讲，大概一世纪，所以一世纪的时候啊，大乘的思想啊，它开始流行。那么一世纪呢，佛陀入灭是大概在545，大概有600年之后的相隔。那么呢，过往这个大乘本身呢，他们开始从这边是西中南呢，他们往西边，然后在北上发展。那么在这一边呢，他们就遇到了就是朔切有部了。所以当他们遇到在一起的时候啊，思想就进行冲击了，这样子。所以呢，在那时候啊，其实啊，有部啊都讲哦，他们不是不
不是是讲摩尼佛的弟子来的、哦、他们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么呢这一批呢就讲、哦、你们都不菩萨道，你们呢都只是想要证果阿罗汉罢了，而且关着起来做学问这样。所以那时候啊就出现这个纠纷。那时候啊他们在交融的时候啊也是西公元一世纪前后的事情，所以离现在也是啊差不多2000年了都、啊、所以这种东西啊它已经成文了，在那个经论那边已经记载。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啊为什么会拿来读、哦、就是因为这段典故啊有2000年的历史那么久的东西经典存在，那么应顺导师读了他也把这段东西把它交代好啊。这个有个好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2000年前的公案到现在还是发生，因为我们这边呢、啊、是南传和北传一起交汇的地方来的，所以呢2000年前的典故到现在还是在重复、哦啊、除非有人愿意打破那个僵局这样子、哦、不过现在的 internet 时代可以帮忙打破了、哦嗯、所以呢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而来的。所以呢接着下来啊，其实应顺导师在这一段啊刚刚同学读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得出来，应顺导师尝试把它调和它、哦、调和它，因为本来都已经是不一样看法、啊、所以呢他总是把它讲的讲到哦都是 OK 的这样、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罢了、哦、所以这一段呢、啊、讲的是这样的含义、哦、所以、啊、这些问题、哦、在藏经里面呢都已经看得到的。好，来同学我们就快画重点了这个本了。嗯，好了，可以送表态了，同学。好，感谢。来，同学看一下，好，在这一边呢，它的原文呢都是讲的蛮直接了，哈。它其实啊是这样的，那你看到、啊、同学这些都是啊原点的语言来讲的。他说：“小乘弟子顿根众生空，
大乘弟子立根说我法空。所以啊，这东西啊，你去跟小乘的讲啊，他哪里服气，对不对？他讲你们这个应该不是佛说的，可以了解吗？那问题就是这样，哦，你这样来讲我，当然是不行。所以呢，他就进行贯通了，意思就是讲啊，基本上啊，如果你可以通达我空，对不对？那么你肯定会法空，因为呢，你要通达我空，你必须可以观缘起，观它法因缘合而成。那么呢，你可以啊把这个我本身观空的话，你的这个自信就当然最后那个法最后那个法性啊，哦，也是可以把它观空的哦，那个法解也是可以观空的。所以他说那边可以，摆在这边也是可以。不会只为实有了啊，总之讲了一大堆，就是尝试啊，哈，讲好话就对了的了，啊，把它调和掉哈。不过啊，这些东西啊，哈，我是觉得哈，这个是当时历史的事情了哈，我们拿来聊了哈。那么呢，现代啊，我是觉得，如果你认识一些南传的，你叫他来读啊，我觉得他光是要搞懂了哈，都不知花了多少力气来搞懂。搞懂之后，哈，原来是这样的东西啊，我想都没有想过，所以这东西不需要提哦。除非他本人啊，哈，也是有读历史的东西。那么呢，我是觉得啦，像其实懂有个好处就是，哦，原来这种事情已经很早就发生。那么以往发生的关键在哪里？那么到了现在啊，我们呢又大家又碰头见面了，哦。也不懂前一辈子是不是轮回也是这批人来的哦，南传继续南传北传在北传一样，大乘就大乘，随便到现在又在碰头了啊，所以呢应该要如何去说来调和它这样子哈，啊，这个倒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前提了啊，它意义就在这里了哈，所以同学你把它搞懂的话是啊，它要说明的就是啊这几个点呢哈，啊，两个都是般若正观，都是可以啊。都是可以观空得到的，啊，都是跟修行有关。所以他说啊，对于啊急于求证的人，对不对，哦啊，所以呢他可能因为急着求证就不再进一步去观法性空，啊，这个是印顺导师提起，他说啊，当你观空之后，对不对，你到最后那个你再不去观，可能就是因为急着求证而不去观这个。因为在大乘里面呢，他所谓连法就这个法解观空，它是大乘的一部分，它还包括它必须要有菩提心啊、大悲心啊、空心慧，它必须要有这一个空心慧就跟这个结合。那么大悲心跟菩提心，大乘还是多了这两个项目所在的。好，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辨别得到大乘跟小乘的差别了哈。所以他讲啊，虽广观一些法空不生不灭，但是最后还是无我所悟入的。像这个总论里面所讲的，哦，他讲了这里啊，凡是可以通达我空，一定通达法空，就刚刚所讲的了啊。所以同学看到吗？《金刚经》这段就出来，所以其实《金刚经》呢，其实都是可以啊用在这些 context 的，哦，啊，我人众生受者。所以同学你懂阿毗达摩的话呢，就我可以空，那么人众生受者就跟着可以空了的了。好，好，那么呢，这个 part 呢就。应该大概就是这样了，好，说出去可以搞懂了，好啊，它的历史前后脉络啊是和这些有关的，好，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就从这个 part 就转去哈到观身的部分了，好，好请海玲读一读哦，或业由分别这一段呢，有请海玲啊。或业由分别，分别由于心，心复于。余生是故先观身，空是要观众生于一切法都是性空的。龙树继承法说的独到精神，以为初学的应先从观身下手，这有什么意义呢？因为生死是由于或业，或业由于分别，这已如上面说过，此祸乱的妄分别是由于心，从人类众生能发心学佛的来说，心又是依于身的，从依心而起或造业来说，佛法分别分明为由心论的人生观，重视自心的清净，当然是佛法的目的地，然心是依于身的，此身实为众生坚固执着的存所在，
贪爱喜乐，阿赖耶所以生死不了，而阿赖耶的所以爱着敌，却在此世以声色受长影同安危仪的取着。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几乎都是为了此生，身体是一期安定的，容易直肠，直肠也就是着乐着尽，这是众生的常情，反而心是刹那不住的，所以如执心为常住的，依此而着乐着尽，可说是反常情的。这只是神学与哲学家的分别字，论称为如梵天王说，也就是婆罗门教的古老思想。所以如众生专心染着此身体，是不能发心不能解脱的大障碍，是故先应该观身佛说的道品，以四念处为第一，称为一乘道。四念处又以观身 为先，观身不净，观身为不净，苦无常无我，这能悟入深空，对身体的妄执爱着能降服了，在观身世界的一切法空，无我 无我所，就能去入解脱。佛法中有的直接了，当以心为主，理解是唯心的，修学是直下观心的，这与一般根性爱着自身的众生不一定适合，因为这如不严密的包围，不攻破堡垒就想擒窃擒王，实在是说来容易做来难的，自身的染着不息，这才有些人要在身体上去修炼成佛呢。好，感谢，让我们消化这一段了。好了，可以 Zoom 表态了，同学。
好，感谢。来，同学可以高抬贵手。哎，我们呢先抛开佛典不谈哦，先问我们自己哦。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哦，我们呢是你们呐，哦，我们呢好啊，你们觉得这个身体啊，给到你的实在感比较强，还是我们的精神感觉实在感比较强？谁觉得是这个身体的实在感强的？谁觉得是心的实在感比较强的？啊，开始投票了。一号，有的投三号了，自己创作，有的投三号。OK， 好，可以放下来哈。来，同学，我们可以进一步去分析的哈。好 ，OK， 好，OK， 海林，来。静云，为什么你会投一号呢？从什么案例里面感觉到？感觉身体比较实在啊，精神好像有一点捉摸不定啊，然后就很像野马这样子，一直无法去控制。所以你觉得啊，如果你跟别人说啊，我爱我自己，其实是爱这个身体比较多。你的意思是类似是这样了，啊，当你跟别人表达说，哦，我们要爱自己，其实是这个身体多过精神，哦，好，然后玉华呢？玉华好像是投二号嘛，对不对？我投一号。哦，又是身体，哦，什么原因啊？嗯，都是光啊什么那个触的感受啊，身是最强的嘛。精神反而是比较维系的比较难去做摸到。那你看啊，同学哈，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啦，比方说先讲我们的早餐、午餐和晚餐啦，哈，通常要吃什么之前是应该是尤其肚子饿是最期待的了，对不对？嗯，同学按照医学的讲表示说哈，哇，你很想吃咖喱面了，刚好肚子饿哈。当那咖喱面呢一沾到舌头时候啊，其实我们大概啊0.2秒已经马上哇，很美味咖喱的感觉。那么那一个啊，其实属于瘦的精神的部分来的，它是跟吃有关的。同学一般上啊，你每一天呢对于要吃什么那个期待感啊，谁觉得蛮明显的举手一下啊，就是吃什么东西哇那个期待感，从食物得到的快感哈。Mandy 一位，子欣一位。OK， 两位了，好，同学，这个是精神的部分，很明显就精神带来的感受来的。OK， 好，好，那么我们这里的同学有谁觉得你的乐瘦啊，就是不在瘦这一边，而是反而是在观感，就是你经常啊会在于看东西、思维上，然后呢概念上的分析上，从这一边呢得到找到我。谁从这个角度找到我的，请举手一下。嗯 ，OK， 玉华、Mandy 啊，两个都有了。OK， 好好好。为什么这样呢？其实一般上啊，如果你是问一个跳舞的人呢，啊，哈，跳舞的人会说啊，我在跳舞的时候找到我自己。你唱歌里面听到人家这样讲话，或者一个唱歌人他讲话，我在唱歌里面找到我自己。这个找到我自己是什么？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得到他的快乐，应该就是这么简单罢了嘛，他自己就快乐。所以意思就讲这些人呢，虽然他说我在跳舞找到我自己，但呢他真正呢他的自己而不是是在身体里面跳完了得到的精神的满足，所以他其实是 combine 起来。那么更细微的应该是说他精神上是更加直取是精神上的，而这个身不过他是需要通过身体啊的跳动啊来产生的快乐，所以他来讲啊，哦，我在跳舞里面找到我自己。那么呢，如果是唱歌的人的话，哦，基本上身体没有什么动到的，他就歌声唱出来，他唱完他大脑很兴奋，他说啊，哦，我找到我自己了，啊，那这个精神就很直接是纯粹比较多了的。所以这类型的人呢，啊，哦，因为啊他们找到所谓的自我，啊，都是精神比较密切有关系的。那包括在吃啊，哇，很美味这样。其实这个美味本身呢，啊，我们也很少啊会去想身体的架构的，直接就大脑跑出来哇好吃，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啊我们的生活啊，这个精神里面给到我们的讯息，啊，很密切，而我们很多时候啊都把这几个东西这个快乐的感受啊和我是捆绑比较深刻，对不对？好啊，不管是吸烟的人要再继续吸烟啊，哦，
或者是说啊 ，OK， 我们爱吃冰淇淋，好要好要再去重复吃它都好，都是跟精神哈、哦、比较密切关系得到的。OK 啊，俊逸头三号，你还有什么想法来讲？听听看啊。说一般一般啊，像我们的身没有感受得到的时候，应该是在精神上感受了。而在精神上没有感受得到，就是身，就是他会、啊、跑来跑去，就好像说我们平常一般上日常生活就是在我们的身受嘛、啊，在睡觉的时候就是另一方面、哦、这样子、嗯、啊，是、嗯，意思就是讲的，其实也看男女了。如果男性啊喜欢车子嘛，对不对、哦啊、坐上车子上，哇，觉得那种感觉很好，他比较摸你身体的感受而来的、哦、还有就穿衣服啊，哦、啊女性也是嘛，衣服穿上去，不过他是恐怖、哦、就眼睛看照照镜子，哎，很漂亮哎，然后这个衣服穿上，哇，质地很好嘞，对不对？他其实有恐怖的情况的，蛮多的是恐怖起来、哦、那么呢，如果说驾车的话，哦、应该是臭比较多，哇，感觉他的那个感觉哦，或者穿上靴子哦，哇。很爽啊，这样子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些都有，它其实我们的人生一天里到晚啊，全部都捆绑起来，我们都会找它那个受出现哦，应该也是因人而异的啊。所以呢，在那么多里边，对不对哈、哦？就佛法来讲啊，哈、哦，它其实它不从受那边下手，其实有在受那边下手的，有些修行在受下手，不过这一边呢、啊，它就强调从观身开始下手。其实这个身体啊。是不是我们其实应该也从来没有怀疑过的，对不对？你们那里的空没有事会不去怀疑这个是不是我来的，不会这样嘛，对，我们大家都惯了嘛。所以呢，它其实、啊、按照阿毗达摩的原理来讲、啊、物质的生灭、哦是它就是、啊哦、是精神、啊哦精神的49倍、嗯、就是说、啊哦、一个物质、啊哦、它的生和灭、啊哦啊、是精神的49次的啊，四十九次的生灭来的，好，所以呢，它的速度是慢很多，所以就这个缘故，我们在观照哈、哦，都是从身体下手居多的，站在就是现在的这种彻同业部的法门里面，不过啊，他们主师禅呢、啊、是直接从精神下手的，哦，他直接就观他的精神，所以呢，很明显就是啊，他经典依据不一样，他下手的地方就不大一样了。那么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爱着的地方也不同了哈、哦。所以大体上就是一般上禅观呢，它都比较 systematic， 我们都是跟它的方法来跑。不过呢，你的爱着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哈、哦？你的禅修其实见不见效啊？就在修完之后啊哈、哦，你的爱着有没有减少？我觉得关键是在这里了。好、哦、啊，因为我们这边大家不一样嘛，吃带来的感受或者是身体带来的触收啊，都因人而异的。或许也可以有一个蛮好问的，如果是说 吃东西、哦、放嘴巴去、哦、味道啊，还有就是那个 QQ 那种感觉、哦、所以比较对那个 QQ 的感觉比较强烈反应的举手一下，你比较重视吃到、哦比较那个 有好像吃榴莲这样、哦、榴莲好吃就是一个是香味嘛，对不对 OK、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啊，它如果生番薯不好吃的，一定要水分刚刚好，那么那个咬下去啊，水分刚刚好啊，就是它那个质感来的。OK 好，另外一个是香味，谁比较重视香味的？举手一下，我看一下，香味跟质感，香味了哈，俊怡跟海玲哈，谁感比较重视它那个质感那种 creamy 的感觉的 ？OK 玉华哈，啊还有静云哈，说同学看到没有？啊有两个没有举手了哈，应该两个是掺起来了哈，也分不清了。当然，它两个合起来好吃的嘛，对，它 creamy 没有味道的话是什么来的，对不对？你很香味咬生番薯的也是不好吃嘛，对不对？不过你们两个可以分析得出你偏重啊，就是看得出啊，哈，你要凡是喜欢重视 creamy 的味道啊，是偏向生根的，那是生根不是舌头的观感。那你们两个重视味道啊，是嗅觉啊跟味觉两个的啊。那么你重视的话，可能呢、啊、这个地方是你想的地方。这地方也是你爱着的地方，所以呢，到时候如果你没有机会去禅修，是这个观身也好，或者是参话头观心都好，那完了啊，你再回去对你这个外境，看看呢、啊，就说一旦不如你的意哦，你的抗拒会不会厉害，或者说哎很合你的意哦，你会不会觉得那个精妙相会跑出来？
然后你刚刚吃了之后啊，隔天会不会再挂念，你就知道你的禅修啊有没有修到。不可能的，你们也会有精神分裂症，就禅修修得很好啊，可是出来又另外一个人，也有可能你要去试过先，同学你要去试过先啊。所以呢，这个怕啊，好，师父同学你一定要去禅修那边去试的。我这边只有经教理论上给到你这些，告诉你如何坚定，那么过后那个方法见不见效，其实还是看自己最好，不要看别人啊。哦，看到别人的话也是觉得，哎呦，这个人好像修行很不错，讲到，哎，怎么又那么奇怪的？他很多这种问题的哈。一般上啊，最好是拿自己做比较哈。啊，之前的你修，之前的你修之后的你，那个方法用了你就知道哦。那么呢，他方法也是会有瓶颈的。啊，所以你要加一些方法这样。那么呢，关于啊，就是这个身体为主，对不对？所以呢，身体啊，就是因为它爱着很强，我们从身体下手，这个一般都是这样了哈。那么呢，在如果是缅甸的禅法那边，就爱的四大下手是身体下手，不然就安波念，安波念是呼吸那边哈下手。那么呢，他们也是有这么认为哈，观身体会比较容易，也就是这个缘故啊，在佛教里面一般上啊，我们都很重很排斥哈，如果那个法门太过强调身体的，好像啊，其实啊，我们佛教啊，因为以前呢、啊，我们佛在中国啊，佛跟道啊两个是整天是针锋相对的，那么所谓的佛教跟他们针锋相对，都是禅宗为主啊，因为禅宗比较流行，要么就念佛法门嘛。那么另外的道教一般上是修丹道了、啊、道教也其实很多派系、哦、那么主要是丹道、啊、丹道就是现在同学、啊、你们现在练的这个气功呢，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同学现在你们练的气功是基本上就是先、啊哦、会让那个身体经络先通先 chakra 开了先，过后 我这边师父是这边教同学是这样子去 转去修嘛，其实这样的方法、哦，那些参话头的人会认为，哦，你们太过重视这个身体了，整天在练身修精修气，他们是这样的 comment、啊哦、那么呢，在道教他们立场就讲、啊、如果你的经络不通，你的 chakra 这些不通，是他们不打坐的。道教跟 yoga 都是讲，他认为你这个通了他才打坐。那他们的理由就说、啊、他说他们是先用这个词了，他说、啊、肉体啊是你灵魂的寺庙啊！如果、啊、你的肉、你的这个寺庙啊都不正常啊，你这个灵魂哪里会正常？可以了解到的 point 嘛？意思说你必须要健康啊、哦，你的心灵才健康。那么你心灵才健康，过你修行才比较看得到结果、啊。你因为你这个身体啊，你不把它修好，它存在的灵魂也跟着不健康的。啊、他的重点是在这一边、哦啊、那么呢就、如果是佛教的参话头就会认定，哇，你们整天都是、哦、花那么多钱在身体，太过爱着身体了、哦啊、他的、key point 在这边。那么为什么师父这边还是会认为、哦啊、因为很简单，因为以前我也是病猫来的，我觉得你生病你修不到了，哈哈，修不到的，就是经常五盖、啊、都会在徘徊、啊哦、弄到你很不行的，都是过后身体健康了之后才来去修行。那么这个身体的健康本身、哦、要健康不代表是执着，这个我是觉得要辨识清楚，是定义上的问题，要健康不是执着。但是如果你拼命的跑去整容啊，对不对、哦啊、我觉得那个就比较像是执着，尤其是、哦、牵涉到整容跟整天弄到自己很漂亮啊、哦、那个才是、啊、但是让它健康、哦不算是。所以为什么这个 part、啊、就大家留意了。那么因为在目前、佛教里面、啊、应该还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对于、这个执着、啊、的定义、啊、到底是不是连健康都不应该要放掉、哦啊、这个就是派系之间的争议来的。其实、啊、不要看、啊像缅甸、泰国之类这样，他们有一些他们养生观念也不好的，他们一禅修完了、啊、过后就去洗手啊洗脚啊，很多老赖啊都是很多啊、手脚都是、风湿痛啊、哦、他们反正就是没有中医的观念、哦、一些缅甸啊禅师的、啊、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他们不重视的、哦、毛孔身体开了、哦、他们养生观念不强。反正在中国里面、啊、那些禅修那些智者大师、哦，因为他们本身自大师住夫妻带都是有很多丹道修行，他有跟他们交流的，所以他市场波罗里面有很多丹道的东西，所以就这个缘故他会吸纳他们的优点，
而拿他们的参观来治病。所以呢，它里面会提到说，哦，你身体哦，要比较会保暖呐、啊，保系统一开要怎样子来保护啊？他会谈到这些啊，又会谈到啊，他们重视健康，所以不知道他们会留意这些东西发生哦的发生。反正呢，就是佛经里面因为都不谈这些，不谈这些，变到连健康的基本有时都没有照顾到，都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哦啊。所以同学你们就自己哦。进行平衡了、哦、好、啊、然后、啊啊、我们就直接看了，所以呢为什么会观身、下手、哦啊、就是因为、啊、身依附在心，而心、啊、就是因为、啊、我们这些祸乱分别而造成。那么这个身体、啊、身实为众生坚固执着的所在、哦啊、的确了、哦啊、如果是说比较坚实还是这个身体哦啊、比较坚实、哦、那么精神呢它的确是、比较难以捉摸，不过还是有一定的稳定性啦、哦、其实身心都有一起的稳定性，随便到我们改变我们的主意、哦、也不至于、每一刹那都在改啦、哦啊、都会稳定坚持，有些跟性格有关、哦、有些人会坚持一个观感一段期间，所以呢当他坚持他的观感的时候、哦、或者是当权力得到满足、哦、他不是在肉体的，他是在精神，对吧？哇，权力、哦、像我那个老马，哇，你看得出他真的很要权力的，这个是偏向精神的了，他感觉不到肉体的。还有、啊、一些歌星、哦、你知道吗？有些歌星其实很有钱，但他就是要演唱会的掌声。哇，他说到演唱会的掌声，那么多人喊你的名字、哦、哇，他会膨胀的。政治人物也是这样的、哦啊、所以呢，这个就偏向是精神了的了，所以呢，他们会感觉、哦哇，那个我的存在哦，就是当所有人都欢呼在的时候，包括权力得到满足啊，这个怕哦啊，就是纯精神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就会提到哦，这个精神呢，它也是有稳定性，然后身体也是有。那么这个身体啊，主要啊，但是这个身我们的这个阿赖耶哦，是藏在身体里边的哦啊，而阿赖耶就指我们的第八识啊，藏在身体里面。然后呢，隐同安为一、哦、一起的、哦、然后身体是一起稳定的，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啊，认为它是常乐我净啊、哦、啊，身体哦，那身体的常乐我净啊，比较明显应该就是、啊、乐的部分呢、哦，啊，感受跟乐有关，就身体带来。那么呢，净的部分呢，哦，多数啊，我们都是要洗澡的啦，不管错觉多净多好啊，每几天都是要洗澡啊。但是根深蒂固认为这个身体是净的，他才爱着得到哈、啊，才会有男女欲望。通常要在男女欲望比较可以看得出，我们认为身体是净的啊。除非是自恋狂了，自恋狂也是很难去说明的，一定是尤其是男女的部分哈、啊。为什么男女会互相吸引？就是因为身体。清净的关系，那个净字、哦、哇，让到、男女异性、哦、会得到吸引的。OK、哦啊、然后呢，常乐我净、哦、过后呢，心的部分呢、啊，就是刹那不住的、哦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看哪一些了，像感受啊，就蛮快了、哦啊、就是、哦像我们的同学爱吃东西，但是、啊、他吃的这个满足很快的，基本上一饱了、哦啊、你就不会想的了。啊、只有少数我们有个同学、啊、他吃饱还会把它弄吐出来又再吃过，很少的，我唯一一个遇到这样的人、哦哦、他真的是可以吃到吐为止、哦、所以他跟我说，师父，我想我过去是猪投胎的吧、啊、这个他自己讲的不是我讲的、哦啊、他说他 会出现这个有点反常，否则多数正常人不会说这样子的、啊、好，然后呢、给这边有一些特别专有名词了，神学与哲学家，神学是专门研究神学的啦，基督教有神学、哦、然后呢，哲学家就是谈哲学的啦、哦、好，然后呢，就这边有提到啊，众生专心染着身体是不能够发心，不能解脱的大障碍啊，所以同学这边呢、啊、就可以啊，给我们看得出哈、哦。如果你本身会不会说很难发心的话，可能你很爱着你的身体了。嗯，我们有没有爱着这个身体哦？同学有没有人试过打坐啊？身体好像不坚掉，然后你被自己吓了一跳，有谁有试过吗？可能没有，有几个情况。第一，你身体啊，
你神是离开了身体，你会怕，因为我们不惯了这个身体哦，哇，突然走掉，你会怕哦。这个第一哦，第二就打坐的坐忘哦，就打坐，哎，不见掉，哦，吓了一跳，哎呦，死了，我身体不见掉了。我们只有在这些情况哦，才会觉得哇，我们是很习惯这个身体，很爱这身体啊，否则的话都不容易觉察到的哦，这样哈。如果是讲啊，哦，同学啊，哦，你被老虎追啊，哦，可能同学有梦过被老虎追，哇，你会我们拼命逃嘛，对不对？拼命逃嘛，哦，即使啊，你觉得你在拼命逃的时候啊，你觉得你是在保护着这个身体，还是在保护着这个精神的你嘞？还是辨别不到的？还是你会心里想哦，哦，我的灵魂是不灭，我会继续投生的，来吧，既然不行，就是我吧，这样。会不会这样的想法？如果不痛的话啦，如果不痛的话，子欣你觉得不会？比如说，如果说真的给他吃不痛啊，你有没有把握？你说来吧，你就吃我吧，反正我会继续轮回的啊，你咬我也不痛，那就让你咬吧。谁有这个想法的？你蛮有信心的，举手一下，因为你的认知觉得的确我们的哦，啊，这个神识是可以去投生，没有这个信心。随便到啊，还是这个身体不能够说喂他，即使打了麻醉的喂也不愿意。那这样的话，捐献器官呢？你们怕不怕这样子？还是捐献器官已经死掉了？但是如果活着来捐也是不可以，对不对？是吗？啊，所以同学这个就值得思考了。我唯有通过这种这样假设啊，就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哈，对于这个身体的爱着强还是精神强？所以刚刚同学没有反应，可能还没有想过哦。啊，今天的功课就完了，你好好想一想。真的，如果有一天了，啊，真的是要你贡献这个身体出来，把你打完就成不痛的，那你敢不敢？过后呢，啊，这个神识让他继续轮回，然后你造了很多善业 ，OK， 有信心可以做人，这样就这样子贡献身体。你待会就想这个问题，你办不办得到？啊，那就是跟这边呢，啊，就返回头来啊，就知道啊，你对于这个身体，啊，爱着到什么程度哦。过后呢，那个答案呢，啊，哦，可以写在 group 里面呢。嗯，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来的。可能你做梦都不会去想这问题，这个大人不会想这个问题了。这问题一定要师父来问吗？那么奇怪的问题，对不对？哦，啊，海琳，你要讲什么东西？你举手啊，海琳啊，是。师父，我想问一下，讲到那个真菌器官呐，啊，我们是死了才捐，还是在迷迷糊糊当中捐呢？脑死才捐的。嗯，然后死之后确定死了再捐，不过他也帮你打麻醉药啊，我也看了，哦，他说会帮你打到很足够的麻醉药，所以拿你的器官的时候，啊，不会有痛的感觉，因为，啊，主要是怕担心那个神识还在，哦，那么因为有几净土法门的人嘛，就认为哇，可能半个小时还没有离开了，脑死之后还没完全离开，随便到啊，拿器官痛会下地狱，随便到啊，就这个缘故啊，他关键还是有没有打麻醉药，那有打麻醉药的话，哦，就不打你了的了，啊，但是呢捐器官呢，啊，那个时间是有限定的，像眼角膜四个小时内要移植，不然就不行了的，哦，然后皮肤，还有一些肝脏也是要几个小时内就拿，但是在脑死之后 OK，哦，脑死这是死亡来的了 OK，嗯，我就是因为在纠结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很怕痛的人嘛，因为打针我也是怕痛的，哦，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这个有这个想法咯。啊，他要打麻醉剂了，嗯，他要打麻醉剂，随便到啊，他拿你器官，你如果你的神识没离开，是不会痛了，因为麻醉药会产生功效，这样啦，这是一个派系啦，哦，啊，可以安慰得到怕痛或者是就是怕临终堕落的。那么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当你啊，就是已经神识一离开了，哦，就说你本身一死的时候，哦，你的神识就离开了的。完全不痛的，有两个讲法了。那么呢，像正言英顺导师是支持第二个讲法的。那么正言法师因为他们办遗愿嘛，也是鼓励捐献器官，所以他们也是支持第二个讲法，就说你死了，你的神识就离开，就不痛了的，啊，他们是支持这个讲法了，啊，是站在阿赖耶识的立场来谈呢。所以经教的人一些是支持，那念佛的通常是支持第一个法门，担心会痛这样，哦，啊，所以同学就你自己考量啊，看看你在佛法上，哦，会认定那个，可能今天呢，你想了这个问题之后给了我答案呢，啊，你就可以决定要不要捐了的了，
就是你知道、哦、对这个色身是不是真的是、哦、都爱足了、哦、这样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哦、我说他讲了思念处观身为先，观身不净，都是从身体先下手的这样子、哦、好，然后呢我们就接下一段了，来啊，请 Mandy 读一读了，无我无我所、哦、无我无我所，内外一切离，净悉诸分别，是为契真实。大乘行者以无我无我所的正观，观察内而身心，外而世界，知道这一切都是事有真实而无自性的。观我无自性，名我空观；观法无自性，名法空观。由于空观的修习成就，能离一切法的系论相，也就不于一切而起我，我所知。因此，净悉所有的诸分别，无漏的般若现前。所以说，诸法不生故。般若波罗蜜音声，又如说语言静静，心行意起，不生不灭，法如涅槃。现证的般若现前，就是契入一切法的真实相，这名为空性、法性、法界、真如等。都只是名利、假利、名言，这实是超脱一切分别妄执，超越时空性、质量性而证入绝代的正法。同样的无我、无我所，那二乘以佛菩萨有什么分别呢？悟入无分别性，依《华严经》十地品说，这是二乘所共得的。般若经论也说，二乘自断即是菩萨无生法忍，但菩萨有菩提心、大悲心，回向利他，以本愿力广度众生，这怎能以二乘无别？这是说大小乘以愿行来分别，不以慧见来分别。虽说同证无分别法性，也有些不同。身闻于一切法不着我所，断烦恼障。而菩萨不但以我法空性慧证无分别法性，断烦恼障，更能深修空法空，离一切系论，净一切习气，得纯无相行，圆满最清净法界而成佛。这哪里是二乘所及的呢？好，感谢。
啊，好了，可以送表态了，同学。好，同学可以高抬贵手哈。好，同学，这些大段里面呢、啊，其实主要讲的就是啊，哈，会的部分哈，二乘啊，跟菩萨其实一样的。那么真正看到它的差别，还是在于愿行。那么在愿，在慈悲大悲，在菩提心，是行愿看到差别罢了。会的部分大家是一样的。好，那么呢，在大乘里边呢、啊，一般上啊，我们对于啊，就是修行的次第里面哈、啊，我们的用词有点不一样。同学看一下哈、啊，好，第一呢，就是呢，这边所讲的哈、啊，所谓我空观、法空观，之前已经讲过了，为什么可以得到我空观、法空观？那么呢，这个我空观、法空观成了啊，就离息论，这个息论的名词之前也讲过了啦，好，过了就分别就没有。无漏的波罗就现前了哈。好，同学，这个 part 哈要留意哈。如果你有学清净道次第的话哈，它呢全部啊都是在上面这里了的了。同学看一下哈，好，都是在这里了的，啊，都是在谈这个 part 上面这里了的。所以呢，波罗经哈，它 assume 嘛哈。你这些东西全部会了的、啊、所以为什么呢，就是同学、哦、在历史上佛教历史上你必须学了阿毗达摩、哦、对你比较有利的，可以了解吗、哦啊、所以这一边就是俊仪子兴没有学到阿毗达摩、嗯、阿毗达摩就快要开课拜六、哦、看安不安排到时间我没有骗你们的、哎、呀，这个东西你学、啊、真的是、哦、你问他们对不对，玉华哦 ，Mandy 对不对？海玲哈啊，因为以往我们都是在北川下手，一下都空的嘛。哎呦，那个基础没有掉的，后来有了阿毗达摩，哎，基础就有了，对吧？哈、哦，来，赶快，赶快点头，赶快点头啊！那样点头啊！所以静怡、子欣，你们等广告报名了啦、哦、啊！他们都有学，静云也是有上拜的阿毗达摩，啊 ，Joyce 也是没有学哈、哦、啊！你们看哪一哪？因为啊，当你一读啊，觉得好像很不够东西去了解那个空义哈、哦，就是它的有的部分啊不够，因为啊，佛法里面是有先建立了有，再来建立空的，你那个有的基础没有，哎，老是觉得空在空架构在什么地方不够清楚的。好，这样好，嗯，明天就发广告，好，刚的话就报名了，这边就可以招生几个了，招多几个哈，哎，不要小看了，我们已经有20个人了，哦，这个绳子断掉了哦。哇，整个掉下来啊，整个相关哦。刚刚我有讲错话吗？没有吗？哈，我鼓励学佛法嘛，哈。哎，我没有在那边呢，掉下来就不掉掉了我的头，不过还好了，不很高了哈，还好哦。哇，真的是，没讲错话了哦，刚刚哦，真是的哈。好了，继续把它讲完它哈。OK， 那么呢，这个就是谈。OK， 好的，嗯，来，接着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了哦。啊，所以呢，都是上面这个 part 的啦，好，好，啊，如果真的我有讲错什么啊，希望你托梦给我了，好，你才可以 verify 得到我对不对嘛，对不对啊？这个东西如果你弄跌的是我哪里知道，对不对？好，好来，我们看了、啊、同学哦，啊，所以呢，当啊，这个分别啊，没有掉，对不对？无漏的般若就会现前了。好啊，所以呢，这些啊，一般上，我们你可以当它是涅槃现前，这样也是可以了。好，好过后呢，现证这个般若会啊，是切入一切真实相啊，这个就是可以当它涅槃来理解，有各式各样的名称呢、啊。啊，有各式各样的名称啊，所以呢，这一边就是比较独特所提到哈、哦、啊，就刚刚所讲的二乘共有，就是这个会是共有的。好，二乘智断就是菩萨的无生法忍。同学啊，这个菩萨的无生法忍他的 level、哦、跟二乘的智断是一样的、哦、就是智断本身也是会的一个 level 来的，无生法忍也是会的一个 level 来的、哦、
然后呢，两个差不多一样的，但是就是这个行愿不大一样罢了，所以呢，就是差别就是在行愿罢了，特别要去查查就是这个般若经论了，来我们看一看般若经论了，般若经论啊，同学查查查你们的书刊，这个 reference 有没有错啊？有没有般若经论？你们的一样吗？一样吗？般若经论一样吗？一样不一样？因为这部论线上没有找到啊，他附近有没有 reference？ 帮师傅看一下有吗？附近有没有写他的 reference？ 大正藏第几册啊？这是般若经的 commentary 来的哦，有没有？没有是吗？我明白了，这个掉下来是告诉我无常的道理，没有讲错话，这是无常的道理，这个神的太过。终于已经时间到了了，看来我也要精进用功，大概菩萨也嫌我太懒了，OK， 好，没有了，没有 reference 了，般若经论没有，OK， 好，然后我们再看啊，这个就是我看一下先啊，真实无分别，物流以记写，休息中观心，无自性分别。我看一下先啊，这一个好啊，这个是已经进入就是止观，止观的阶次了了，就是善辨正邪了了哈，好。我看没关系了，同学，我看我们的课这里停了。